阿苏火山其实不是只有一座山，是五座山哦。我们现在在阿苏火山的北山这一边，可以看到今天天气很好哦。现在气温是现在早上的10点，然后现在摄氏6度左右。可以看到这几座火山呢，其实很树很少，都是草。哦，然后呢，山与山之间呢，包围的一个城镇呢，现在在云海里面哦，被包覆起来。有没有看到云呢？对呀。哦，那因为它一直在喷发的状态呢，看到前面的烟哦，所以缆车呢，直达火山口的缆车呢是禁止开放的，但是。从这样子远眺，其实还蛮有感觉。